下你的水。别影响我啊！对不起对不起。你没长眼睛。第一，打翻水的是你不是我。第二，是你眼瞎吧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只知道这里不欢迎你，给我出去。有趣的女人。少爷，把她带走。是。你们干嘛？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陆瑶米，1999年6月23日生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。我直说吧，我这里有笔交易想要和你谈一下。在我家人面前扮演3个月女朋友，给你100万。可是我这手绑着，也没办法签啊。想欺负我姚米，做梦！等等，你先听听电话。喂，妈，这死丫头怎么不接电话啊？该把你弟群里打过来，20000块一分都不能少。我这个月真的没钱了。我怎么就收了你这么个赔钱玩意儿？钱打不过来，断绝母女关系。哼，是不是考虑一下我们的协议了？我签。哎，王冠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是答对了，我就把羊肉串送给你。好啊，好啊。峨眉山的峨字拆开了怎么写？删我。你要说错呀，是删我啊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要求，一个删一个我。哎，答对了。我们不一样。嘿嘿，回家喽。哎，你手机没拿？也谢谢阿姨。也谢谢阿姨。哎，等等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亲爱的，哎，我在网吧上网呢。叮，亲爱的，来打团啦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说的。妈妈，我终于有女朋友了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何老姐，先走。你有病吧？怎么啦？电梯里这么多人，然后呢？快给我解开！快给我解开！何老姐，先走。干嘛呢？娇娇，我也想去，我也想去。哎呦我的妈！搭讪就要一步到位。小姐姐，结婚吗？结。衣服。你怎么了？气喘吁吁的。你今天遇见一伙劫匪。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就好，会抢多少钱啊？20000多。你出门带那么多钱干嘛？可是劫匪他们就带这么多啊。真是高手。就带这么多啊。